礼拜二一开始就扛车了。发中你呀！大理草，草葫芦，草花冰。对，超棒，超棒。大炮有实力！哇，你们为什么不走大路上来啊？不要再念我了，不要再念我，牵上来，心要保留。一转弯就到了，没什么，对不对？高铁台中站。好乱哦，好乱哦，人好多，好乱哦，好乱哦。哎，停车有吗？好乱，好乱哦。南部团了。这就是赵哥的行程啊！为什么一开始就扛车？叫你老叫你老老婆买一下，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你是跟外星人打招呼？We run NGLY， 我差点念错。你叫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一箱什么地方？好丰富的消费力哦！有你说，他不在家，李冠儒他家附近哦，他叫李冠儒来看他里面。Thank you.
光复新村，光复市场。光复新村，这一栋很特别吗？丁丁的居居没来啊，可以骑这个啊。在那，你紧跳的来骑我了，对。哎，弟有没有踢了？有啊，为什么要走那么陡的路？还是上来了、啊。好气不喘哦！明明有外面的大马路，为什么不跑？我们终于到了！你看我讲的吧，一小段，小段，太小一段了。要进贡一下哦。土地公吗？好，对对对对。当归药膳哦，当归药膳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赵哥，赵哥要贡献两颗。赵哥倒是有。吃碗泡面，吃的好辛苦哦。我一碗就好了啦。我的天哪！一转弯就到了，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第一次的第一名。真的。没有泡面吗？没有泡面呢。还有吗？没事。为了金华，金华米。来一吃一边骂 Vic。喂，连住。对，这样可以。可以可以。五班。没有路灯哎，高铁台中站。
好几个女生哦。员外带了好几个丫鬟。